我昨暗时都唔捌接到迄个名卡的 case， 而且白特助佫讲，刷落来佫有几来 case， 工课佮有需要遮尔啊亲密。你毋是酒店的小姐？所以，伊干呢要跟伊的祖孙，是这个误会。咩安尼？这一定是误会啦！你莫搞讲你啊开房间是来讨论工课啦，是啥物款的工课？还袂人滚啊！ 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事，天道。这敢毋是徐志伟？这个无看呢，我真有可能跟你的前女友廖萌姿做亲戚呢。我因为洪萌姿，我故当五年啊，所以我提出来，我得马上要娶伊离婚。阮萌姿明仔载哦，要去武山集团主持订婚典礼。订婚的男方敢是有信息？伊敢有甲你讲订婚的女方是谁？一个新娘，两爿娶，啊，明仔载萌姿。 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事，天道。你好狗仔，迄条迄款相片，写这款的标题。这个相片你是不是在向我解释一下？你若真正对你有意思，我还心酸的，来就好你。你害我去互人洗头路的，你去甲假是一个，替我做一口气。你去互洗头路，跟我无关系啦。无甲你假是一个，你后悔过哦。你不爽的，你干什么？想我想要搁去有蒙子，阿拉妈后一个拄着，我绝对袂放恁爽。迄敢毋是了蒙子，伊家己的查甫的，是啥物关系啊？查甫人嘛，总是无希望你甲伊心内的查甫人面头前，斗开无面子，你来害伊，来体谅。你敢毋是笨掉？你去遐想要创啥？阮蒙子明仔载哦，要去武山集团主持订婚典礼啊。安尼，订婚的男方
你答应我好无？你若是看到指头，你一定要回一个解水的空间。应该是三岁后生的来啊。你竟然只能做出这款代志！我因为洪孟之委屈等五年啊，我无想要阁耽误着伊，所以我一出来，我就马上要找你。啊，你还阁唔知哦？啊，明仔载孟之就要甲母家订婚了呢。